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今天我们上午好啊！今天又来干大事了。虽然说主线已经完了，但有些支线还长得很呢。道阻且长啊！来继续寻衅滋事，走起！要干的人一大堆。I got the gate。哎，上一集这个直播软件没设置好，搞得有操作延迟。以前打头一打一个准，上一集全妈靠扫射，没办法，这次又调回来了。希望这次手感会好一点啊！一摔直接打僵尸去，妈的，敢跟老子斗，找死啊！不要命了！这游戏比别的大多数。不能说3A 啊，准3A 大作的话，多了一个好处就是地形比较丰富多彩。别的游戏至多一两个地形的，这游戏什么地形都有。但跟《荒野大镖客》那种标准3A 比起来，还是差很远。哇靠，没在这里，那逗我玩呢？你哥们为什么没在这呢？我操，没在这，去别的地方找。那我去别的地方找，肯定在下坡啊，对不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走走走走走，啥情况？我这几个傻逼在追一匹狼哎，狼你没吃啊？这是。一般说肉食动物肉酸性比较大嘛，不大适合，也不知道不大适合。吃还是可以吃的，就是口感肯定不大好。妈呀，没在这里，然后结果来追我就不好了，只可能在上面啊！我靠，这什么鬼地方啊！操操操！等等。这我没可以。我感觉这要怎么上去啊，哥哥？难道走前面的雪，走前面的雪地上去？看地图似乎是啊。哎，就这里了，就是这里。车我先停着，这准备逃跑用了。那这地图不科学啊！你血线在上面才对啊，这拿血线在下面，这不可能的，违反常理。小心点哈，故意一点。我已经嗅到了危险了。我操！完了身上没投注，哎，有投注。这别的造不了啊。那怎么办？身上没，我靠，没有诱饵，直接往里面狂扔手榴弹吧！哎，不管了，不管了！不用，我靠，那么大，怪不得。来，要打起啊！我靠。打药天王来了！哇操，这堆那么大的！喂喂，哇太大了！我没时间上车了哈！哇，这地形太开阔，不大适合我。哇，无命休矣！
不，哎呦，这队怎么那么大？靠，少点！喂，这要不，喂，围就挂。这没爆炸物啊？爆炸物呢？完了，没爆炸物、啊！我靠！这你妈把我撵的，多尴尬！这药效为什么就维持一下下呢？啊？别围我！咱有话好说，别围我哈！我操，这么大一堆，完了！妈的，我看你有几个狗币能追上来呀、啊？不雷了。还被挠到了啊！哦靠，好在就这么一，估计还得回去继续寻衅滋事。这才刚刚过一半呢，我几弹都不知道够不够。走，继续。哎呦，大群还在后面，我靠！大部队在后面，早讲，没几弹，喂。就冲直线过来，不要到处冲啊！我就不被挠啊，挠咋地？我就不被挠，挠咋地？嘿嘿，你们几个要照我枪口，那没办法，对不对？妈的，前方有啥情况啊？靠！瞅一瞅。子弹还是不够啊，说实话，啥情况在前面？哇靠，这都赶下来了，哥们儿，从雪线一路被赶下来，什么东西？啊，这边有什么东西？我都不说这边有什么东西了，这是，那我下来干嘛？只是提示我。地上有匹狼的尸体吧？哎，也行吧，也行吧。这你妈把我一路赶下来，靠！我得上去继续寻衅滋事。哎，不行，这爆炸物没几个火瓶，没法打。还是引诱装置外加投掷物，这样杀伤力比较大。否则一次就只能干一点点。毕竟枪的输出持续效果有限嘛，对不对？打几枪你始终得换子弹，哥们儿，哥们儿，妈的，你干嘛就不让我造大瓶子呢？小瓶都不要造，去死吧！我靠，走，继续寻衅滋事去，妈的！把老子惹毛，直接围冲上去、啊。我的耳朵是我的，你们的耳朵也都是我的。我都把我一路撵了那么远，体力先存着。那周围没什么棕熊之类来解围啊。来个来解围的也好啊，一个人孤军奋战实在是，哎，效率太低了。哦，这是什么？全身的，还有这种植物？头一回知道还有这种植物，全身的，靠！大哥，先别跑，先跑，等没体力逃了。这就是烂尾，什么意思？游戏完成度不挺高的吗？
看到没有，前面积累一大堆尸体。哎，这个洞难道被端掉了吗？我操，还有！我靠，你们这几个哥哥真是，是吧？是这里面还有啊？等下，打个药在这事儿，妈的！ 杀那么快啊！喂，哦，不，喂，就100多发子弹，哥哥，我操！喂，这专注特效药，喂，我操，怎么还那么大一群呢？我操你妈，操你妈！ 不不不不不不不！大哥跑快点！我操，你体力快没了！把你敏捷能连上，算你们狠！不不不不！这傻逼撵不上我，我也来头中兄解围啊，哥，跑不动了。 不要围我好不好？不要围俺，一切都好说。这么一大堆，那个专注特效药的效果怎么那么差呢？我靠，没子弹了，哥哥们，真没子弹！不要！不！ 完了，30发子弹，我靠！套围冲上了，来，沿着山走，这几个喜欢贴山走，啊，我就知道这几个傻逼喜欢贴山走。哎，爽不？就剩你们这堆了，啊，爽不爽？喂，不不，砍死你！去你妈的！ 怎么老是加巫师岛的这个信任度呢？哎呦，总算是灭了啊！不容易啊，说实话，真心不容易啊！每次打到投入，我妈用个金光，真的是，啊，现在铁皮快没了，哎，这求生环这里面武器太多了，没有必要，真的。 游戏体量过分的冗杂，我只能这么说，真没有必要。特别妈碰到这摇杆，如果出现失灵的话，这摇杆漂移有点严重啊，老是选不到武器啊，主要是。 搞那么多武器干嘛呢？他妈的，选个武器都不知道好好选。哎，这边还死了一只什么？我操，这他妈也是一只。这体力特效药跟专注特效药是没什么用啊，说实话，一下子就没了，真的是。不行，得去搞几个牛肉检查站，必须得搞几个牛肉检查站，否则没法弄。 我操！我少了那么几梭子，就崩死这几个，没搞错，真的是。配对不起我。这游戏结局也不像是赶工吧？还好，我觉得能接受。2077那个结局，他妈完全傻逼结局，好莫名其妙我就通关了，我靠！剧情我他妈没搞懂怎么回事，我操！直接就通关了，无语，急得无语。 走，现在这一波去推的，周围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捡？现在大雪山之上啊，我去这个历史地标逛一逛。
这周围没什么可以瞬移的，无所谓，飙车直接飙车走起，yalla bismillah rahmanir rahim，yalla yalla，耳朵我全要哈，一个都不浪费。这个营地是啥？之前来过吗？ 等会是黄色还是什么？白色的。哎呦，这摩托车操作，该死的摩托车，去你妈的，这是很难操作的，靠，这个甩尾很难控制。 前方又有什么随机事件啊？走去一趟究竟。停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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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慢点慢点慢点！啥情况啊？每次一这个随机事件一到这来就不知道什么情况。哎，那里是有强盗吗？哦，是解救人质。我靠！我操，这不好弄。 密银器装上，一定要先把离人质最近那个给端掉，否则不好弄。我这死逼还不好弄啊！ 最上面这个打看上的给端掉，然后再搞离人质最近的那个。小美没有，还有啊，诸位。 还有一只啊！哎，算不忘头啊！靠，太远了。等会儿实在是可别造什么东西啊！遥控炸弹，一点屁用都没有。哎，修一下这个。完犊子！ 我身上啥东西都缺啊！靠，零件也没了。知道，知道，知道。Let me get you out of there. You're not gonna make it out here. I know where there's a camp. Camp? Where? Where? Show me. I'll go. I'll go. 钻石湖还去哪儿啊？ 哎，满了。I was done for. Holy shit, you know. Thank you so much, oh man. 大哥，我救了你多遍了，这张黑脸，救了他多遍了，这是。啊，赶紧给老子补一下吧。来，18摸，走起。摸了个杀菌器。 这个营地，他妈穷卵的营地啊！靠，啥都没有。你们这几位太让我失望了。哎，烧一弹。
别全造不了，我那修这个身上的棍子，修身上棍子零件都不够，真是，这搞个毛啊，真是！看老子又不喜欢用十字弓那垃圾武器。Nothing like scrap. 我可不装逼啊，十字弓就他妈是垃圾，说句实话。 没了，真穷，懒得营地。哎呦，走走走走，不来了。哎，哥们儿，加汽油。男人的加油站，哎呦，跑远了，大哥，来滑铲干嘛？来。 老婆，包走起！来一管绷带啊，不要吝啬。这子弹又缺了啊，虽然说汽车屁股后面还有一些子弹，那得打光了才用啊，对不对？否则就浪费了。哎，这什么？我操，到这来！ 我是要去干嘛来着？我是要去探明地标，对不对？我去要去造访名胜古迹。这地上是个什么东西啊？我这地上什么东西啊？难道是树上有个车吗？妈的，还死树上啊！你挺有你的啊！你给我你个娘亲的妈的死树上！我靠，你多来几发你就知道厉害了。 又来随机事件，我搞错啊，哥哥！我先把地标给探明了哈。哎呦，前面似乎有大事件发生，稍等，停一下。 他刚怎么没显示存档啊？前方御敌是不是？那前方能有什么呢？那小猫三两只，我靠，又不是大 boss 尸潮，不是一大堆啊？看地图，看地图周围没啥东西，划一下。 这该不又重暖带地方吧？哎，啥东西都没有。齿轮是干啥？哎，这边可以造。 别的东西还造不了，妈的！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哎呦，这他妈强盗！我操！ 哎呦，那强盗来，我也是救人质啊！我靠，把你们姐要打，你们自己去打去，我才不趟这趟浑水呢！我可没那么蠢啊！那原来强盗营地来的，你们家爱打自称去不知道。 什么东西造不了，去你妈的，零件还不够。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哇，你还逃是吧？啊，你逃是吧？你逃，那我就要追杀你。哇，这家伙，我这怎么自己眼前那个油罐给打爆了？那傻叉啊，靠！哇，这绝对是油罐来的，傻鱼把自己眼前的油罐打爆了。 今夜做梦也会笑啊！我操，这他妈都是油罐吗？不要告诉我，喂，零件我爱你。前期缺零件，后期也缺零件，奇了怪了，真是。 他怎么可以造啊？哇，总算我可以造大规模杀菌武器了。这不可以，这不可以，缺的很啊！这种东西缺，哎，好好补给一下哈。 这还修不完，我靠！那我现在去哪呢？他这一身垃圾我都不要，我可不要你那一身垃圾啊！哎，破门，好好刮一刮。 不要漂移了，大哥，求你了！这就是小型度假村了啊，进来刮一刮还可以。就刚才进来的地方，后面的桌子上啥都没有，这边也啥都没有。走吧，那就刮完了。 刚才这不是有个油壶吗？就是啊，这不是有个油壶吗？拜拜，不来了。好，接下来去哪儿？前面去过。这个钻石壶的什么？ 钻石壶的性能度应该加满了哈，这样限度加满，把大规模杀戮武器全买起，妈的！芝麻开门。 Deacon, how are you? You have bounties to trade in. Uh-huh. Very good. That's all I got. I see. Jane, Deacon. Good luck. 他刚说什么？Jane？我喊你给我说日语啊！ How's it going, Bergy? 等下不在他这买。哇，修车师傅这买。What's up, Lucas? 这个屌毛卖东西最屌啊！ 大排量啊！确认一下哈，果然。你看前面买的都什么东西啊？都什么垃圾？还什么垃圾？我靠！Death Stranding， 我就是 Death Stranding DB 的邮箱，这个没必要买。结构嘛，就是啊。 这他妈才叫大规模杀戮武器！ 好像钱又不够啊！我靠！你看这
这质的提升啊，这个弹机加速，可以。All right then. 好，现在该买的全买了哈。 All right then. See you later, Deke. 前队，你要说什么？ 好，意思是咱们现在身上能买的全买了哈。我看我这牛犊是冲冲枪，要不要把它换掉啊？Hey, Bergie. Yeah, Bergie, 这个是。 Nothing caught your eye? 你他妈，你不让我！你这不卖武器的啊！你这居然不卖武器的！我操，死小气嘛！这居然不卖武器。 这件事我能得到最好的枪了。这个副武器还是菜了点哈。十字弓就他妈屎一般的存在，去妈的！Not today. Alrighty, I'll see you, Deke. Hey, how you doing? Hey, Lucas. Not bad. 但是去哪里？现在只能去推主线了，对不对？ 这 Team D的还有个 Neuro 研究所，我不知道怎么过去。我怀疑啊，是要从哪个高地，怀疑是要从这飞过去的，对吧？或从这边哪个高地飞过去？游过去显然不可能啊！我先瞬移到这里，嘿。 Come on, guys, open up. Dude,戒指找回来，你想怎样？那他妈是我自己的戒指。 Weaver, here's the rings. 贼配军呐啊！ Yeah, you could say that. All right, man. Thanks for doing that. See you, man. 巫师岛这个线路不早就加满了吗？我靠！还得去见 Ricky。 哎，还可以再重逢小老婆，我靠！喂喂喂！我靠，卡裤裆了，好痛啊！痛的是我那个可爱的小摩托车。 这尸体居然还没消掉，成为了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要撞啊，大哥！你妈这个主这个游戏他妈骑摩托车转脸吗？转那么慢呢、啊，我操！你个老木的，这是。等会补给一下啊，补给一下。喂，继续发生。 Here they are. Good. I do, sweetheart.
哇，周围原来还有那么多个历史地标没弄的，来，赶紧把历史地标给它全拜访。这集再做个主线，时间肯定是不够了。俺的硬盘容量有限的，对不对？Stop. 来，好狗不挡道，能不能提早一点开啊？哟，天哪，这个猪！哇，那明明定的是白色的。稍等，先补给一下，顺道补给一下。灯还开着的，啊？里面缺屁都没有。啥地方？渔人码头。哎，这快艇可以坐哎，哎，这可以坐快艇哎！我操，我想多了，妈不能坐！哇，你个娘亲的，这原来不能坐快艇啊！哎呦，大失所望，妈了个逼的，我又可以坐快艇！到巫师岛旁边那个牛肉研究所去。空欢喜一场，结果啊，这条道上刷的美洲狮跟熊特别多，哎，小心点！刚说完就刷一匹狼出来，采菊东篱下，绝马。等会儿，哇，周围还有那么多历史地标啊！哇，这南部区也不好搞啊，说实话，还好多不思潮。先把这个采了。这个氮气加速才得劲呢，也持续好几秒了。我得找个空旷的地方解个成就才行。Hey, this ain't John. This is James Weaver. I got a job for you if you're in our neck of the woods. Weaver, hey, I'll see what I can do.就是这，周围还有傻逼。地方都弄不了啊！
来避避雨，顺便刮一下。哎呦，这里面之前难道没刮过？没留多少东西了。小狗玩具，那玩意儿，这什么小狗玩具啊？没搞懂。哎呦，大型美洲狮呀！我靠。鼻子呢？鼻子失灵了吗？ Damn. 车库里面还有东西吗？不会，还有。叫花子沉默的隔夜粮啊！我天哪，来什么东西都要，啊！没了，这周围刮完了，走，继续探访历史地标。在这里，不行啊，不能这样漂移。哇哇！哎，我杀这玩意儿，妈怎么悬崖呀！我靠，去你爹的！真是，怎么不玩最后生还者？有现在把这个游戏白金了再玩呢？哎呦我靠，刚才那下真他妈丑陋！我靠，妈的，还用傻掉！我操！我靠，我想在悬崖旁边玩漂移！我靠，你说这蠢不蠢啊？哎呦我操！哎呦妈呀，哎呦，刚才那一波他妈太丑陋了，靠，打的什么东西刚才那一波，哎呀我无语的，靠。哎呀，这地图。You there? This is Weaver. I got a job for you if you're out this way. Hey Weaver, I'll stop by if I have time.为什么这里刮的废铁特别多呢？没搞懂。这意思是我可以造啥玩意儿了吗？哦，还真可以造。毒药，啥东西造毒药？诶，这啥玩意儿造的？没搞懂。每次都只优先造遥控炸弹这种垃圾呢，没搞懂啊，有什么用啊？我天哪，去你爹的！这是，周围难道不速之客吗？苦根。这个塔上，诶，这是什么？头顶上什么？头顶上有个巨大的黑洞啊！
这姐们真可怜，还在吊着。来，进去刮一刮，刮一刮。Can use this. 全不让照了。这地上为什么平白无故多个尸体呢？没搞懂，这哪里尸体？难道树上有把狙吗？也没看到啊，有毛病啊，真是！前面哪里有浆果？哪有浆果 ？Lavender 吗？我操，蓝百合！我问为什么识别植物的能力那么弱？妈的！这游戏多少也玩了几个月了，我靠！每次猜植物没几个猜对的。这里面藏一坨废铁，逗玩呢这是。哎，还有什么东西一次性解完了？东西不痛不痒东西。被大规模杀些武器了 ，White Boy， 不来了，靠，老子不来了，走，继续探访历史地标去。妈，别再干蠢事哈，妈，有人杀到眼前了，还直接个冲刺，直接冲悬崖底下去了，我靠，去你爹的！拜拜，傻逼们不想理我，还要走反了，我靠！妈的，路杀！大佬，脑子没病吧？我靠！哇，这物理引擎还蛮真实的哈，我靠！撞了个倒栽葱啊！去你爹的，真是！哎呦，这逼养的这没。刹车系统有那么烂吗？我只要稍微碰那么一下下，要别再干刹车，我还是别一个倒栽葱就翻山崖一点下去了，划不来。妈的个逼！我靠，你还不知道搞？你还不知道摸你啊？哦，继续，这个摸完了摸下一个，别再干刹车啊！求你啊！为什么这地上平白无故多出尸体呢？这地上有谁尸体啊？是在里面吗？这谁的尸体？别再干傻事啊！不要底下冲，不要冲底下去啊！哈！来，停，适合。周围你几个欠收拾是吧？哎呦，这没。
还想打我 ？OK， 蹲死你妈的 ！Bounty， 破坏老子欣赏名胜古迹的兴致。走，这边刮完了，只剩最后一尊了。这个周围最后一尊。周围怎么那么多傻逼啊？前方100米。哇靠，你这物理轻有你的，撞那么小一棵树就还跟撞头铁一样。说物理轻最烂的话呀，应该是那个什么是吧，黑手党三。那游戏嘛，这至今玩个最烂的游戏。喂，又获得个成就啊，上。我也没什么失潮之类的，哎，这次就去打这个点了。无关人员赶紧退散啊！我得搞这些小僵尸，彻底失去兴趣了。哎呦，我想玩个漂移啊！我靠，傻逼哦哈！哎，不行，这路段太崎岖了，不适合玩漂移。哎，周围傻逼还挺多的。How do you like that？ 啊？啊，又到这鬼地方了，怎么过去呢？是大问题了。啊，就这地方，不知道该怎么过去。哦，我知道，从这冲过去。我靠，行啊，行啊，行啊。等一下，我猜应该是啊，从这里开始起步。做准备啊。哇哟我靠，他撞的真难看，操了，去吧。不行，老子今天打死都不过就过去了。车被撞没了，车被撞的冒烟了。Let's see. Let's go. 漫天的繁星。哇，剩下铁都没了，妈逼，这怎么过去啊？哈，快看一下，这一定要对准，这没对准的话，后果很严重啊！走起，走起，走起！我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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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挂！你老妹的！我又挂了，妈逼，我又挂了！我靠，你是觉得我过不去是不是？啊，我靠，你要觉得我过不去，那你就想错了。跟你说，老弟，哎，你要觉得我过不去，你就真想错了。妈逼了，今天一定要飞过去！我跟你说，妈的，这个死烂车子，刹车老是刹不住啊。Let's see what I can do。救好没有？哎，小伙赶紧给我冲啊！操你妈的，这是！最好，喂！哇靠！居然冲过来了！我靠！就
以这么尴尬的方式冲我。哇靠。哎，可怜的小摩托车啊，直接报废在水里面了。哎，不管了，反正是个垃圾摩托车。缺什么来什么，真爽！哎，哇，这位省那么多研究员，爽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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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哎，真爽 ！Micro recorder, let's see. How much fuel we got? Enough to get back to base. Okay. Why? What's up? What are you thinking? Well, I was thinking about checking the traps over my fuel center.哇，这个岛原来就那么小啊！那就探完了，在这里。没别的地方了，这地方过不去了。Yes, neuro injector.This will help me keep my eyes open. 好，可问题是我怎么回去啊？妈逼，我怎么回去啊？哈，难道必须死一次吗？等会儿不能白来，这地方不能白来，对不对？咱不能白来啊！好好探寻一下，妈的逼，这个岛就那么小吗？啊，这我没别的东西捡，船里面没东西啊，也没有，哎，爬上坡再探寻一下，费尽千辛万苦死了两次才上的岛，不能就这么算了。行吧，好像真的没啥东西可以捡了，摩托车都泡汤了，真是。那接下来去哪儿寻衅滋事啊？我在想，这里还有个地标，哎，来来来来，赶紧！这个牛肉检查站为什么不让瞬移呢？啊，完犊子！我靠，车泡汤了，不能瞬移！我喊你去死吧你！哎呦，自杀算了。哎，自杀算了。这还是这且死不了，这妈且死不了，还是得泡水。再不我骑车，不让我骑车。我有。大哥，你是特种兵哎，你特种兵在水里面待五秒就挂了。他有天理吗？真是。妈的，完全没天理！我操！这啥情况？我靠，还不能存档？行啊行啊，你这样搞我是吧？我靠，可以啊！意思是我必须用摩托车回去。我靠，你这个任务有意思啊！你妈的逼，这个任务有意思啊！行，我靠，我他妈今天碰到硬茬子了啊！来，啊，爽不爽？啊，爽不爽？我靠，你真以为我过不来是不是？我去你个爹的，真是！我还得在这。而且这还不让存档，哇！你看没有，这还不让快速存档。我去你爹的！有你的啊！我头一回见到那么霸道的任务，还不让我存档，可以，有你的。Neuro injector, just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哎呀，有你的。This'll help me keep my eyes open.Another micro recorder. How
One of these is gonna explain what the hell you guys are doing out here. Let's grab it. Yeah. 很多游戏都没有简体中文的，很多游戏都没有简体中文。遥感又漂移，不要漂啊！那我怎么办？那我岂不是会被困在这个岛上啊？啊！把这个，把我这摩托车油给打满。再说，再想怎么逃离这个岛。这个岛是真他妈的有毒啊！你还在上岛了还不让我存档，你看没有？妈，连快速存档都没有啊！个逼眼的，我靠！这个岛意思是必须完整下。完整骑车上岛，完整骑车下岛才行。妈，太霸道了！那怎么回去呢？我回去我是要走这一路吗？哎，对，回去应该走这一路。等一下，回去应该从这上面冲下来，然后对，从这上面俯冲，然后直接越过去，就不知道是越下来的过程会不会摔死。哎，赶紧把血打满。Good. Lord.我不想再死一遍啊，我靠，为了登个岛他妈死三次，好滑板。等一下。妈逼，这个岛是真他妈有毒啊，我跟你说。来，再次确认一下路线哈。岛上物质还算挺丰富的。确认一下路线啊，就从这里俯冲啊。没错的。来。转脸。对了，就是这样子吗？这样才对吗？去你的，还不能存档啊？什么逻辑啊？真是，你看，岛上原来是不能存档的，看没有？还在这里才能存档，去你的，真是，太不公平了。这样搞我是吧？行，你他妈这样搞我啊，有你的啊！我先把地标给探明了，要把这个历史建筑给探了。淹了！喂，痛！要周围刮一下，刮一刮，看周围什么东西没有。我操，弹药哎！刷！我操，刚好缺弹药。哇，缺什么来什么，真爽。OK。诶，这后面还可以跳一波。哇，爽！继续是弹药，先把这个装满再说。OK。原地满血复活。柑橘，我又猜错了。哇靠，这周围真的缺什么来什么，哇真爽。你怎么知道我要这个？好，重新补给完上路哈，自个儿上路，顺便送僵尸们上路。前面还有逼龟在那后面的，因为我没看到你是吧？啊，这个逼你我没看到你是吧？爆头！喂，这喂，
操你！你有那么……我靠！给你爆两下头，你在车里爆两下头，你死不了啊！什么残留做的？去你的！真是翘！缺废铁，极度缺废铁。Yalla yalla bismillah ar-Rahman ar-Rahim Yalla Alhamdulillah 东西有满了走探寻完历史地标之后下一集就继续推支线啊最最最主要的主线已经弄完了这为什么不算我捡那个成就呢？没搞懂。我这么大个油罐车倒面前，喂，哥们儿。Crossing the road 2 years ago, you would have gone splat. 奇怪，这个我之前不是弄过的吗？这个之前我不是弄过的吗？可以啊！我靠，原来没存到档啊！有你的，居然没存到档。妈的，还没存到，没天理了。稍事休息啊，接下来再去端主线。